好，我们来写一下啊，谢灵运的《日出东南雨行》。好，这是一个五言的律诗哈。薄凉冠南山，来，前面我们稍微留空，要稍微多一点哈。好，那我这次这样子录影哈，字稍微小一点，因为这样才能录到整个行期哈。好，第一个字我们写厚，写沉一点。好，这算是小行书哈。薄，好，用的这是那个花弄影狼嚎小楷。好，加一点点哦，倾斜。哦，两本来是两点哦，经常哦，古人都只有写一点而已。冠，让它有点摆动的感觉哦。记住这个线条不要写得太僵硬。哦，牵丝是很重要的哦，但是不要过多哦。这在兰亭里面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薄凉冠南山。好，这南字我再加一点厚度。墨汁呢不一定要一直，每一次写完每一次都要去加墨汁，不一定了，有时候要让它有飞白啊，感觉。像这样子。好，冠南山，我只是整理笔毛，墨汁没有加。好，过来这个贵公要北泉，贵呢我不要写太重哦，写同样是木字旁，这个就稍微不同的写法，轻一点。好，好，贵，连续感多一点，公，连续动作，所以从第一个字到现在都没有重新加墨，只是有去整理笔尖而已。北泉，北像这样子，然后加一点倾斜齐侧的感觉。好，那注意不要写歪，所以字要放正，很多朋友都会写歪一边，当然未来比较随性当然是无所谓，但是我们现在属于在初学，就不要写歪来歪去的。好，头重，这里大概只能写一个字而已，所以我要看好，当然不一定要头重脚也重啦，看个人的习惯啊。沉，然后这边点我稍微不一样啊，不要一样的方式啊。沉，风拂沾幌。然后间隔呢，大小依个人的喜好而定啊，这也是一种风格啊。有的人喜欢松一点，有的人喜欢紧一点，各有美感，不能说一定要这样。拂，像这个就要有点速度感，但是不要一直猛拉。好，这边重，这实的加一点虚的，但是差不多了，不要虚的太多了。沾，我想要写重一点，注意这个笔尖的细节的部分一定要好好的去交代，不要因为小就随随便便。好，这两个金部稍微不一样的写法，晃，好，拂而勾，朝日照归轩，朝日照归轩，朝，然后稍微有点歪没有关系，但记得要拉回来，不要一直歪过去，所以一边写的时候一定要一直注意看这个整体的一个东西，那也不要歪来歪去，歪得太离谱，要注意那个感觉啊，摇晃是可以，是反而有时候是适当的，但是不要过度了。照，照
龟轩哈，然后写到最后面，一定要去看看，你大概想要还要写几个字。好，这边好一个字，中了一个字，那轩就要想办法去拉哈，不然会太松哈，或者加重。这个都要去考虑，然后让它有一个错落的感觉，这样加重，好，这样这里就不会太松了哈。当然不一定要每次都很齐哈，有点凹凹凸凸的也是很好的哈。好，继续，再来，美人卧平席，然后这里重轻哈，然后不一定要重轻中轻了，不一定真的，然后高低有点起伏哈是好的哦，不要去靠哦，一定要量尺或怎样啊，要训练自己的眼力哈。哦，眉，我写不要写太重哈。人，让它有点跌宕的感觉。卧平席哈，这个字。想要重一点，因为这里感觉只有这里重，这里太轻了哈。卧，啊，这重一点。平席，好席。厚一点，再来淮南绣窑潘，蓝，然后这里多一些曲线，摆动的感觉多一点。秀，好，刚好可以填两个字哈，所以写完这第一行哈，这是我们的一个标准哈，要注意。好，这重一点，摇就轻一点。注意哈，最底部的地方哈，要注意看，有稍微凹高高低低是很好的哈。不可能哦，每次都一条线也不好哦，排得很整齐也不好。摇攀，好，这一个字哦，想要再重一点呢。拉长一点，然后整个盖上去。大概哈，你看这样低高高低哈，差一点点而已了哈。皎洁秋松气，洁，哦，三点水拉高，好加宽加厚右边这一个，让它形成一个。很特别的一个哈，哦，那种造型，皎洁秋松气，秋左边加重，摆动的感觉增加一点，哦，右边就不要重了，哦，轻一点哦，因为这边哦整个字的重心放在右左边，松可以再一样的方式，但是稍微改变了，哦，右边也重，气接下来。然后我们这比较偏向于行楷了哈，所以连续的签的东西啊，没有刻意去把它做出来哈。熟得春景轩，熟，好，熟在这边它刚好可以拉哈，我们稍微拉一下，三点水哈，所谓拉是这边哈，大家看一下这边，啊拉长，好，右边太松可以补一点。
这个字的特性可以这样。好，这样子呢，大概只能如果要两个字就要注意看一下，要一个字要写小一点，再考虑一下，刚刚要么就要拉长一下，没办法，就只好缩小一个字得。你看这个位置刚好可以塞一点点上去，所以有时候是没办法，就要去因时制宜。得，熟得，春景轩春，然后春就写扁一点，然后简化造型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又不会太突兀，不要变化变得太牵强，就会感觉不自然。景轩，圈轻一点，好，绕一下，好，然后再写落款，我们就尽量完整一点。落款呢，一般呢比本文要小一点点，落一下那个这个作者还有篇名，文章的名称。好，谢灵运。这字非常小，也不是非常小啦，就是比较小，可以看一下尺，不是很清楚，尺可以看到这个大概只有一公分而已。有时候呢这个纸会那个太轻会不平，所以放尺也有它的好处，写小字，因为小字的对这样子平整度要求就要很小心。好，日出东南雨行，还有更好的方式就是直线，可以不会写歪掉。有一个标准在旁边，稍微歪歪的，行书不要每个字都写的一样位置，大小，有时候就是要宽窄。东南雨行，好，然后再来呢就是签上时间跟名字，今天是初七，是初八，初八小寒，腊月初八，这大小当然尽量不要差异太大，但是可以轻重去调配一下。然后过来就看看自己再调配喜欢。如果从写多一点写多，那我觉得不需要，就名字就落在下面了。好，大概这样，然后盖一张这适合盖一个或者两个在旁边。大小要小心，这不要盖到两个，因为跑到最下面。右上角适合再盖一个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